陈美琪，香港著名艺人，她曾经演出电视剧、电影和参演舞台剧，一直数十年坚持做义工的她，亦都被人称为天使的母亲。咁我哋有个心理预备，然之后我哋小心啲去照顾佢，咁咪得咯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，陈美琪同大家分享佢喺上海嘅一个遭遇，点样为佢同埋家人展开人生嘅另一页。你俾得我，我相信我会孭得起。